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这看起来很 normal 的东西，在亚马逊上面卖288.98，偷偷告诉你，它的成本价只是72.79块马币，所以你赚的钱是 cut 多少钱啊？赚就是 selling price 减掉 product cost， 就是多少？就是288.98减掉72.79，所以是216.19。哦，所以赚的钱是216.19。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这听起来并不错，对吧？不是我导演，打广告也是成本，也是 cost 哦，哪里有赚这样多？是 cost， 是 cost， 可是不用讲出来，因为我们要给人家觉得做电商西北容易，好到不真实。像我们这么不讲 join 我们的课程西北容易，要讲做电商西北容易呢？因为如果我们直接叫人 join 我们的课程的话，他们会觉得我们要他们的钱用。可是如果我们叫他们做电商，他们会觉得哦，我们给他们赚钱的 knowledge， 所以是我们给钱他们用。就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课程来让人家觉得我们给钱他用呢？因为给钱人用那个人地位永远比较高的。你看你老板每个月出粮给你，你是不是很怕得罪他？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课程让人家觉得我们地位比较高？哎，这是谁为谁好？到底是谁给钱谁赚？谁做电商现在？所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这听起来太真实，所以太好了，对吗？这是诈骗吗？我让你想一想，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来看我的 talk show， 这样而已。两者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不懂的。拜拜。